大家好，你的这个就是怎么样？我这个就搬着，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房间 ，room tour，let's go！ 嘟嘟嘟嘟嘟。欢迎光临，来噻。这个是我的房间，三个 bed， 然后一个沙发，结構大きいです。一个人住家里，这个房间一个月13500，然后我的第二次的房间，为什么第二次？因为以前的我的家有这个。Look at it. What is this?所以我打电话 agent，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会中文。姐你好，我是日本人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想什么什么，所以我打电话真奇怪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不要，不要家里，不要，不要家里，因为我不喜欢。然后他们给我家里一样的钱。以前的房子很小，现在一点大，可是看起来漂亮干净，可是现在我一起住蟑螂，每天大概每天蟑螂，然后蚊子，然后啾，怎么说？老鼠很多。可是我一个人住在家里很寂寞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我的家人。蟑螂、蚊子、老鼠、家人。有时候我 kill them， 可是家人。所以我觉得我不好的找男朋友和房间一样吧，因为好的房间已经有点使用有点，好的男生已经有女朋友，一定买完了很快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已经两个月，可是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不要男生，我不要男朋友，我努力 YouTube，
所以大家从今以后约见你，从今以后约见你，多多支持。またね。ちなみにお風呂はこんな感じです。バスルーム。